天选播报，心情酷炫早知道。对于那些魅族粉丝们来说，魅族十六绝对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旗舰。虽然在此前的爆料中，魅族十六大多数的硬件配置与外观都已揭晓，但发布时间迟迟未知。不过岭南在一次自曝中似乎透露了一些发布时间的信息。24日，魅族十六系列新机通过了工信部入网许可。不知道是不是工信部曝光的照片太丑了，岭南干脆自曝出魅族十六的官方渲染图。从官方渲染图来看，基本上和此前曝光的设计差别不大。然而重点在官方渲染图锁屏壁纸上，显示时间是8月8日18:30，而这也极有可能就是魅族十六的发布时间。有趣的是，之前的魅族十五官方图锁屏时间就是与魅族十五发布时间一致，所以魅族十六将很有可能在8月8日晚上发布。至于价格方面，黄章也在魅族社区有所透露，一位魅友询问黄章魅族十六 Plus 低配版3500元能否拿下的问题，黄章给予了肯定的回答，并且还表示魅族十六 Plus 16GB 加128GB 起步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，因此各位魅友们可以大胆放心。接下来你们该做的就是准备好钱包，坐等发布会的到来。